假期间，经典剧《还珠格格》又开始热播了。五阿哥苏有朋忍不住发出一波波的表情包，还自嘲了自己的普通话，晒出还珠表情包表示：“燕砸燕砸，我是五阿哥华马又来啦！”引得赵薇也忍不住跑来评论，哈哈一笑。苏有朋表示：“宋燕砸上去做好了。”在网友的给力之下，赵薇被成功送上热门第一位，被大家冷落的还珠表情包三秒到达了战场，被网友们运用的无比熟练，让人瞬间回到了少年时期在家追剧的暑假。想当年《还珠格格》一二两部可以说是风靡全国，老人小孩都喜欢看那个活泼机灵的小燕子，家家户户都能听到小燕子那喳喳呼呼的声音，小朋友的文具和与笔记本上也多了许多的还珠贴纸，连家里的大门墙壁都不放过，可以说是相当的受欢迎了。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放着还珠的表情包呢？发出来分享一下吧。图片来自网络，若侵权请联系删除。